我，请赐我一碗狗粮吧。哦，这样也行，看我的。主啊，给我来一大桶吧。好的。我操！这小孩，不是你想求懂啥呢你？嗯？那哦，原来我们孩子也想求懂狗粮吃啊，是吗？行吧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给我们好好开饭饭。啊，不是。咱家狼头等狗粮，你说现在活动又来了。现在呢是下单八包的减十五米，完了呢再多赠一袋这个八十克鲜粮。下单十六包的减二十米，完了呢再多赠两包这个八十克的鲜粮。每一袋都是真空小包装的，小颗粒的，特别好消化。像有泪痕的、挑食的，或者是肠胃不好的，都可以试试这款狗粮，而且是打开袋不吃都可以退。这次呢狗粮活动两天，你说一们不要错过哟。